质疑公正骰子两次出现点数和大于四的几率为何？那我们就用全部减掉小于等于四。那全部的话有36种。那小于等于4的话有13 21 21 12 11 这6种，所以有30种情况是大于4的。那全部的两颗骰子是6的二次方分之30等于36分之30等于6分之5，答案选 A。